往那桥跟前走一走，就是冲着那个大桥走。但是这个地方拍照的话，我担心就是它涨潮的时候，我走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能看见这个沙地有可能被淹没。这是拍照，这是唯一一个比较担心的地方，因为那个上面的这个取景的话不太好取景。他因为拍大桥的话，因为来旧金山的人，这个加州啊，著名的这个加州大桥，这个金门大桥，拍婚纱照肯定要拍这个地方。去年有一对客人，他就一天的时间拍这个金门大桥，当时有雾，就这么近的距离啊，只看见桥那个只能看见那个桥那个高的那一部分，没有拍到，很遗憾，那没有办法。那个雾一直到下午4-5点钟才退了雾。夏天的时候旧金山雾比较大，这个地方不错，这个地方真不错。我第一次来在这个角度，以前都是在拍照就在桥的那一边。